你会看 F1 赛车吗 ？F1 呢是赛车比赛的一种，它的全称呢是 Formula One 一级方程式赛车。你可能就会好奇说，那有 F1 是不是就有 F2、F3 跟 F4 呢？还真的有。因为所谓的方程式赛车呢，是一套由国际汽车联盟制定出来的赛车规范。在同一层级的比赛里面呢，赛车的这个引擎、车的大小、重量、轮胎等等，都会有一个统一的规格。然后各车队再按照这个规则去打造出自己的赛车来比赛。2019年 ，Netflix 上线了他们跟拍 F1 赛事的纪录片影集《飙速求生》，里面呢根本就像实境秀一样，就算完全不懂 F1 的人呢，也可以看得很入戏。甚至有些人呢是完全不看比赛，单纯追踪车手啊跟车队社群，用追星看偶像的方式参与这个赛事，让这一个一度落寞的项目呢再次的被更多人看到。想看更完整的讨论，可以点击下方的这行字到更完整的影片收看哦。